吉昌建设荣耀清洗电梯偷电案全新完工，基地坐落台南市北区海岸路三段135巷61号，临近成功国小、文贤国中与大润发量饭店，连外交通便捷，生活机能强。荣耀清洗才刚时打造，外观为巴洛克式豪华建筑风格，并配有24小时驻位特勤，总户数12户，规划地上5到6层，一楼停车2到3部车，建坪126到197平，5到7房产品。本案才预约参观制，若您有兴趣，请记得拨打预约专线哦。